葵涌村影葵楼居民今朝完成七日居家隔离。影葵楼嘅居民向卫生防护中心人员出示检测报告后可以离开，并领取礼品包。影葵楼喺1月22号凌晨4点开始居家隔离，去到今朝完成。截至寻日，一共有13526人次接受检测，当中859宗确诊个案。政府早前提醒居民，即使完成居家隔离，仍然要接受多次病毒检测，确保安全。